倒卖，这里拿做代价不倒卖，靠别。伊阿哩我倒卖个，我倒卖，这两个商量，跟我见面一摆过啊，一个孤男，啊一个孤男，孤男二仙，伊卖个突然拢啊叫孤男二仙家，这两个对我印象是袂歹，好了对。哎呦，安尼一摆出来是要甲你拍唔是啊？哎，哪有人头先做安尼哈？啊，一粒二那炮弹，啊，一粒二那木瓜，我这就算唔知啊，因老母咧甲生遐歹生硬拖拖一个箱倒去。你倒了，你死个哪边呀？你抓死你！好呀！啊！那出来甲地方讲，哦吼，冻、哦、要死啦，冻要死，靠皮啊！伊讲安尼，哎呀，阿燕像青蛙，哦吼，得要死啊，得要死啊！阿恁娘哩，参拜古乐二仙家，后摆唔通胡编乱讲，分三人，金头哥诺诺古仙。伊就是我的师弟，尖头骨溜溜落仙，哦，古落二仙哦，才久无见面啊，别错愕。你来闹这个三教顶含一摆几摆啊？两次尔，两摆尔，无第三摆啊？对啦，一摆阁闹你尔，后摆卖闹。第三摆你会真凄惨，哈、哦，来人！好啊，调出江文人攻破王来了。参见三教顶的丁师孤落之仙，免礼。别处的事我会拜解，一切依照我言进行，唔通违背命令。今仔日来大闹本门的问题，我知呀，这我会办甲真好势，事关未来的大局，该怎样，你就要听怎样的方针进行。我遵命啊，退下。是。多谢哦，多谢你，你无要搞安怎，安尼莫非哦，即阵你来？别错哦。甘肃夹着同乡这包药啊，互伊食，免偌久就好啊。伊记哩，拄拄春节的名，过来若果去予酸风里拍着，无药啊，哈，直接。啊，这包就是要医救甘肃夹的药啊。是，万一伊就危险啊。谢谢啦，啊，你家老五在嘛是老力真多些，三九免嘛就好啊。第二条吼，你主题就是讲这个酸风梨，唔知安怎做，会遮厉害？对诶，拢出火咧，人拢互烧烧死咧，啊，这若无甲破吼，唯一只有天下间去找一项物件，啥？啥物件？如来佛祖流传在世间，最惊人的宝贝名叫做。项梁的合伙珠一百空八粒，一百空八粒的项梁合伙珠丢，啊，这是怎样？听讲调查结果，就是三教上出名老烟的人，也就是西北派因三十六军师七十二参谋，早当年上界尊重的人来创造迄个万金塔的人，哈？名叫做金珠泰诺大道公，大道公，啊，敢有妈祖婆啊？太，这个名伊家己自称叫做金珠圣诺大道公，那知影伊住伫倒位，我有法度想办法去甲夺取着一百空八粒的项梁合伙珠，这物件若摕到，若敢若会当破掉十方里，会当破掉着伊五十个万金塔，这好用着。哇，你即摆起来认真吹啊！安尼好，人今以后后摆唔通搁来闹啊！后摆若搁闹，阮两个即插落去安怎着？唔知咧，叹过，
规粒山偌大了，互阮两个头插过，比开山机较厉害。哇！要做第三条的高速公路，还要要爬过山，就叫恁两个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阮两个人要进化，也跟你照我讲啊呢。你要来，甲你解决的问题拢解决了啊，故事。死个哪点呀？哦，啊！咱这么赶紧的，药箱依旧刚输掉，肯定是我家。水反射了，哎，这药啊好用，胖点么精神啊！来哟！哟，生命危险，什么人救他？讲伊了未真呐，哈！原来是我啦，别人无法度啦，空中无船的人，哈！对啦，两个木龟啦，还个炮弹来救啦。是安怎讲？听我用兵。哦。今嘛哦，你等于甲做东南派的人讲，你甲阮要求正等吼，啊讲我必须要来去调查一个叫做金珠圣诺大主公，啊这两款到底对，要取一百空币了的佛教至宝，或做项梁的护法主，这三个雕啊，才有这条破掉一件孙红莲，无后摆我拄着孙红莲嘛是够巧，果然厉害吼，啊等于通知啊，是说敬仰你的身体，知影吼，哦，无你即马足尊重的。阿你我知啦，姚小姐，你该等下。爸，我嘛要来去找。哇，迄项梁合伙主若找到哦，功劳迄足大啊喏。哇，迄个是靠背。即马西毒派人当济哦，若路头路尾叫拄着你，用讲死哦。你知影讲你即马是我的汤生丸，你单单咧开始读国中的了。你若方讲死三长两短，恁爸就五长六短哦，知影吼？阿伯啊，我即马什么叫嚣？我绝对甲你帮忙啦，靠呀！你若阁讲恁妹甲你算计，唔正经，你塞恁老爸！要听啊！若你讲我即马吼，我那连个金公主咧算恁老爸，你阁讲，我咧吉恁老爸！啊！你甲人咧算阮老爸啊，甲算嘛算你家己啊，对无？阮爸唔是你，是恁娘咧气死！你家己咪等伊。好啦，我先行车。你要等伊啊？唔等伊要等伊哦。好啦，转来就转来啦，无意思啊！啊，咧封建公路也袂用你啊，拢袂出头天。遐个调查调查讲啥物讲哦，做孙尔，迄个大肚讲是怎啊？讲偌老的老顶个呢？啊，来去调查到迄个叫做项梁的合伙主家。我偏偏嘛要来去调查，你一路我哩，我那一路啦，对哇？来去调查我到底啊，迄、那个大道公是啥砖啊？啊，迄、那个项梁合伙主是啥砖啊？有影这样物件若摕到，高到可以换一招。这样物件若摕到吼，阮东南派逐条都先讲，来去找呀。天龙花救人！哦，我咧行几啊十里路啊了，来到这个深山呐，来无人所救，有人来去花救人。哎呦呀，哎呦呀！哟，在个路里啊，有一个人用袋啊，都讲去哦，我都快碰着嘞，碰车祸啊，去哦车弄着，啊是啊是啊，这人弄着，才阁无得医哦。救人哦，足艰苦的啊！哎呀，是啥物人来看卖啊？你叫车崩着呀！啊，你有甲记号码无？在骂恁老爸啊！你咧干咩选？恁爸我救人，你嘛较早来咧。
啊，你唔着看我有法度甲你救哦？啊，应该有啊，哎，无法度诶，拜托你了，足艰苦诶。啊，你是哪太去着伤？你唔着讲。啊，你是啥物人？林伯哦，做乌西王啊。西王大伯啊，着伤要叫人救人，搁讲林伯。我秘书讲伊偌大咧，啊，你唔那土人了。西林老夫啊，唔紧甲来救，甲林伯问东问西。啊！你是安奈啊？煞唔知哦。啊！你若无讲原因哦，我绝对袂甲你救啊！讲实在啊，我诶人真巧，我相当诶人物咯。高金啊！啊！你娘！你讲袂高金啊？我要走啊！无遮呢？你先使恁老爸，你走，你着对讲讲。会气死！啊！无啊！无你是安奈来甲我讲啊？好啦，啊！都阮老师，阮老诶。恁老的啦，都阮老爸啦，阮替爸就留我做客囝。恁老爸啥？阮老爸金珠圣路，我都大道公啦。啊！啊！啥恁老爸？啊！你找无大道公，人说这就是大道公的客囝。哦，啊！你的名叫乌西王。哟啦！啊！啊！是安怎你来钓上？做阮老爸啦，老都老得好，唔认老啦。讲要练一种功夫哦，都气怒欢笑啦。何必练啊？少年哈啦，下药啊，乌白吃咯，功夫乌白变啦。练一个走火入魔，说破病就死啊啦。哈，我讲都爱吃啥咯？吃啥？吃紫金桃才好啦。啊，紫金桃啊，讲啥物几啊千年的物件啦。啊！伊阁知影讲，紫金桃出产伫阮遮有一个哦，做百丈的洞穴。百丈的洞穴，嘿啦！你我落去百丈洞穴，要去取迄个紫金桃，我唔知影下骹有迄个毒将。毒将，嘿，出现咧毒气啦！讲咧要钓大箱，钓大雷箱。内伤真重，都爬出来，要爬到咱机关爸，我看歹啊，唔得在这里哀爸叫母，使恁老爸你敢免硬要救呀？啊！啊！你讲紫金桃子内底？啊啦！你若会当甲我救哦，咱讲实在，你袂输我个丁生的老爸老母，我甲你叫阿公阿祖嘛无要紧。那无在甲你求无在啦，求你就拜托你，我甲我摸等于互阮老爸知影讲我巧的啊，咧我就无要紧。好，那甲你以后当然就带你啊，欢喜啦，是啦，拜托拜托咧。我知影你是囡仔，无可能啦。哎，我功夫练到咧都无法度啊。哎，你要是要到迄个百丈洞迄个内底要取紫金桃，咁样简单？你等下我，我是要取互你看。你讲我咯，喂，目睭白玉金，呀哈！哦，你头壳顶头的咧，国旗头，你目睭白玉金，我拼一摆，迄个百丈的洞穴。出击金图哎，这个金金来哦，那金啊，哪有可能练到这款惊死人的功夫？哦，那雷公行雷会出猪了，要是我人讲，那人头壳有猪就这啊，要是有一罐死啊！哇，这对我哎，在恁老母，我干么算啦？无啦，你真牛，恁爸甲你多谢，我含多谢都甲你讲恁爸。好啦，啊恁爸慢慢和你说多谢。啊，即马处着啊，啊你的伤哦，我甲你讲，把这紫金桃这大粒，你食一挂落，啊剩的和恁老爸食，安着拢好。多谢哦，没有没有。哦，你是恁爸的大金精人，啊对啦，你是恁爸的孙啊。
安怎讲？你都爱叫我因公，我叫你因孙。啊，对，我足艰苦的，今互我食。来咧，先食一挂来。这金桃有影好用，我看拄啊用要行呀，啊，食一时啊尔，人元气水好个。哎呀！就是恁爸因孙，就因公啊，哇，你都囡仔大遐高啊，使恁老爸你敢要看到囡仔咧？无你敢大人呀？恁老爸要练甲起诺欢笑对无？对啊，我练甲安那了？安那？我练甲起诺欢笑，再诺欢笑，起笑欢童，再笑欢童。哦，欢个济，欢足欢，搁再欢哦，直直欢哦。阿伯变气动反应，过来就脱凡胎。阿叻，你唔知偌大型偌深啊！我足一岁啊，老。几岁啊？嘛参过者。暂时保守秘密，恁老爸病真重，这先互伊食食哩，再讲。多少？未。我是讲哦，你是我的因公，我唔知要安怎甲你报答。安尼啦。我大型真深啦，啊，你是少年啊，对无？哦，对啊。你怎呢拜我做阿公咯？拜你做阿公，晓啦？啊，咱换条吉拜咯。安尼来创，我大英遐深呢，我比恁老爸较顶缘呢。咁有遐老啊，遐老？拢好啦，反正你是我的救命恩情人，予我三跪九叩头参拜阿公。阿公你会爽无？哦，讲啊真爽，孙咧做前代咯。哦，这个佫予阮老爸食会好，阮老爸嘛会甲你足尊重的，行对只来。恁娘哩咧，啊，这我福气够啊，我有影福气够啊。我的金公主护体，我才有法度入去取这个紫金桃咧。啊，这么来个阴刀吼来偷提，本来做佛教，限量的佛佛珠就提到啊，生死关头尽这个命呀。姓罗大道公，为着要练功夫，练了上紧张心切，一时走火入魔，破病真重。啊，我的囝，我的二囝乌西王啊，你若过半点钟，紫金桃甲我提袂转来，我老人一定爱死多听。西北派的人已经来十几摆啊，要求叫我带这件108的项梁合伙珠去做西北，特别破掉东南派的神秘桥。我破病是要安那去都好啊，囝，等来啊。今日你个即马就转啊！因为你资金托是提有啊无吧？哦，使老爸即个唔正计还受够？你是咧算账还唔算啦？我阿公，哈、哦，算是恁阿公。啊，都因公，我当然叫阿公。大兄正深呢，唔知几岁唔知呢？遐药我提转来啊，替我用病。哈、哦，真正有只牛，看紧啊！你别来看。但免讲遐济，来咧，我嘛唔难练到气势翻动，含声我嘛练到变囡仔声。来，诶，我先教你，啊，恁人好再过来讲。多谢，多谢，来来，坐一排，坐一排，食食咧。
恁爸念咪好啊，即马起来哦，金光强强棍，包，你拿好就紧出来。关紫金图，不是普通人提着，真是大阴精人，对不对？爸，你有搞好？哦，真正啊！哇，真真真！爸，恁爸足欢喜，太，唔通遐尼拖错咯，甲恁教教袂听啊！歹势歹势，我都拢袂记啦，遐都上过只土的哦，常常话拢讲袂顺，啊，今仔日伊是咱的大阴精人，请问阴公？您的尊姓大名？哎，因都是我叫的了。哎，您都唔捌我，我做沙丘圣人，呀，阮家的人拢叫我 A 祖师。哦，你人 A A 也都 A 祖师？对。啊，你莫怪莫怪。呀，孙娘娘哦，爸哦，我甲拜做因公叫阿公叫了啊了。当然，是讲因在今年几岁哦？哎呀，无啊，因公啊，我叫你阿公啊，你是几岁啊？那比阮爸较少岁，我叫你叔公，头痛。比你较少岁，我变着叫，我唔知要安怎叫，叫阿公。啊，总讲一句啊，伊就是啊，恁师傅恁爸，对啊。啊，我是你的阿公，对。啊，安尼。叫我叫啥个都定对的，他就搁问。安尼我唔着叫你阿爹了。阿姨答对了，卫生纸两张。安尼，请问贵家？我先问你，你讲上大班老顶人，你几岁啊？我今年已经练到162。吼、哦，162哦。对。啊，162哦。安尼你差这个咯？啊，你几岁啊？我105。哈？105？难怪，若要论真个，我生我又过。面头前正客就是我的二爹，安尼好无？安尼答你的音。哟，我伊都我的因公，我的阿公啊，你叫伊阿爹就应该啊。坦白阿公、因公、二爹。你都阿祖师，我拜托你甲我讲，这个练甲气怒翻笑要安怎练？这那我慢慢甲你讲哦，你绝对练会起来，别个超过去安尼走火入魔。安尼好，最主要吼，我内底办酒宴甲你奉敬吼，啊是再来请教一寡代志。上要紧就是讲，我爱去叫一个西北派，找一个好好的高人，找一个厉害的人来和我教功夫。要甲教啥？也都要甲教这个佛教行量的合伙主，要破东南派啊，做鬼国主的神秘教。哦，安尼哦。对对对，是啊是啊。啊，到即马哦，阮爸才好尔，啊，所以啊，爸你敢袂本人去哦？我算算的，我本人佫出面无下咯，所以去找一个较巧，叫西北派去穿一个较厉害的人来，互我教一关。衡量合伙主的用法，安尼咯，我来去因西北个通知就好啊，我来去找就好啊，都有够机，甲找上来就可以啊。哦，我知，哦，阿公啊，喂，我来去甲找啊，啊，恁在遮啉烧酒等候我，呀。因公来替我办酒宴奉陪，对遮来啊。土豆，土豆，把这碗来点中敲，
主要就是要入来家出一百空八条的佛教行量好好煮，这样那杀掉哦，哪里哪里莫看嘛那一点来噶。小官要饮烧酒啊！你怎么都爱来去西北川高人，来给阮爸教迄个行良的好好煮啊！我妖小姐，妖小姐，你走去倒位啊？你妖小姐，你妖小姐。我叫你等你哦，你唔食惊哦，就生那娘伊就人势大大，要出迄个什么呀？做行良好好煮，要调查大道公因爸去找路，一个等伊讲，阮正无看人全失踪，死呀！唔知去用绑票，唔知去用绑票啊未？做话咧找阮正，要找行良好好煮，要找大道公，说边咧找阮正？了就惊，你是最多。那都是朋友，有什么事情？别装。哟，还没打过这么耐，咱哪咱哪去到噶？你妈的脸上，我是讲唔捌看咱都遐人。哈哈哈！哈西北分八路线咧，找鬼国主一定救你倒位。你甲我讲，我卖甲你安怎？啊，就是我嘛唔知呢。唔知。我问你，天下甘肃夹太好上救的，我你哪知哦？对，哼，空中魔船的人救的啦，无可能。空中魔船六十年才出一摆，人都看到我的面子，较早出来敢骂你啊？安尼只无甲掠起来泡酒当香，甲用刑的伊嚟讲。我咱都有朋友啊，顶多。五岳山先天色煞神，顶多五岳山先天铁煞神，哈哈，这就是五岳山的铁煞神。燃料阿哥要走，看你走哪里？哦，你也搞啊！
要做啊？好、哦、啊，讲话我哪容易讲遐大声？讲叫朋友你免惊，要做啊！这算是奇怪哦。